龚慈欣的女女22岁的林海玲，凭着标致靓样加入娱乐圈，并有最美星二代之称。仍然是学生的她，在2017年签约到奇峰旗下演艺公司，边读书边发展演艺事业，而且学业成绩依然都很好。她在2018年考入了香港大学建筑系，今年终于都毕业了。Ashley 昨日就分享了她毕业的喜悦和靓相，并发长文抒发感受。他留言写话，最后都是读到得翻半条人命。不过建筑的确教识了他很多嘢，最重要的是建筑教识了乜嘢系坚持、执着。佢亦都有多谢妈咪同埋工人姐姐。